好，我们准备欢迎一下。好，王一博老师。王一博老师。Hello。对，然后我们现在欢迎王一博老师来到我们的第二现场，然后请坐。然后今对今天其实还是蛮多人来到我们这边，就跟我们一起互动的。然后今天夏日限定演唱会的舞台有什么惊喜可以给大家提前去透露一下吗？大家可以等会儿期待了，没有什么要透露的。好的，那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货的舞台吧。然后我们也知道王老师就是最近也比较忙碌嘛，然后想问问你平常在闲暇之余会给自己找一些什么放松的事情吗？看看电影，然后打打球，这样。明白。然后其实也接下来是有这个就是一博老师主演的电影，就是热烈已经即将要上映了，那用三个词来安利一下你这部电影吧。热烈好看青春，哇，谢谢。然后希望大家能去电影院多多支持王一博老师的热烈。好，那王老师就对，谢谢，辛苦你了。好，谢谢，辛苦。